大家有冇睇佢嘅生命線呢？真係咁好睇？咁中唔中意傑仔呢個角色啊？多謝大家先，咁送俾大家《跳躍生命線》嘅主題曲《無畏的肩膀》。
最后再走。是太多话我想说，但我还是要哑口道别。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最紧要是身体健康，所以送呢首歌俾大家。如果识唱嘅大家，就一定会唔会同我一起唱咧？啊，你识唔识唱？宁愿还拥抱，但未能够亲到，任由你来去自在，我身体仍爱慕，如若碰到，他未我好，只望仍在意着，足管我好，多么想亲口。Thank you， 送俾大家，祝君好。Hey， 多谢晒何广培。好，今日台上面呢一度又有一首歌要带俾大家。冇错，今日好多歌听啊，嚟嘅声音。第三首今日嘅歌系咩歌咧？都系主题曲噶。系，可能我真系好中意睇 TVB 嘅剧啦，咁所以我今次带嘅三首歌都系主题曲。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亲亲我妈》咧？就是親親我媽的出嚟歌，不便的我送俾大家，何廣培。在確定，寶寶是毅力，沒法可替代，完全無憂子的關愛。来日日夜夜内内内内内为我看着我，从来无恐于未来，从来挨苦也心甘，无人可如他一般地爱，以未来为我守护未来，无人看守站在后面成全我精彩，无人可与他一般的爱，雨或晴，累了亦地离开，多细碎什么都轮到，永远不改的是爱，况且都带满愿为我。Thank you.
为我打我更多这首歌希望可以送给大家的母亲也都可以送给我妈我妈都没有人到Thank you. Thank you. 多謝曬廣播女好 Sweet